我们今天眼中见的这个相，是许许多多这些生灭相呢混合在一起，让我们产生一个幻觉。啊，好像他有，其实他不在。啊，他是假的，我们身也是假的。我们这个肉身也是1600兆分之1秒在那个地方波动。啊，我们的念头也是这个是频率在动荡。不动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就因为这个频率它存在。啊，所以一切相，经上也讲，相思相续相。啊，因为它前后它不是真的，不是完全相同。前后完全相同，叫相续；前后不相同，啊，不相同就不是相续相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得。要明了。我们在这个现象里头就得自在了。啊，为什么会得自在呢？你不把它当真。你不执着它。不分别他，对他不起心不动念，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、控制的念头、支配的念头，没有这个，就是在了。有这些念头在里头，就苦了。那个苦本来没有啊，自找的，自找苦吃。啊，如果真有，别人不会见怪你，真的没有，完全像做噩梦一样。啊，所以佛称众生为可怜悯者。啊，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想法、看法，支配你一生，支配你在轮回里头生生世世。你说你可怜不可怜？啊，佛菩萨慈悲，天天照顾，天天在唤醒，他就是唤不醒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在轮回时间太久了，无量劫了，无量劫这些烦恼的讯息，你真的糊涂了，你把它当作真。啊，佛菩萨给你讲的，你不相信，你怀疑的，原因就出在这里啊！啊，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，本来没有烦恼习福啊！啊，真的本来是佛，啊，本来是。充满了智慧的能向好，那才是你本来面目啊，不是现在这个面目啊。老执着这个面目是自己就没法子了，这佛也渡不了你。啊，所以佛圣人用的这个方法，你才知道这方法叫妙绝了，就是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没有比这个方法更绝了。能用这个方法，真死心塌地用这个方法，你不可能没有成就。啊，刘素云告诉我，
他听我讲经就懂了这一句，就是我就听懂这一句，我就真干了。啊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一生听到底，一天听10个小时。啊，他10个小时实际上是听1个小时的，就是1个小时听10遍。啊，这就常识熏修啊，听一遍不行呐，密切的听上10遍。他就有印象了，啊，一生不改变。啊，所以他得念佛三昧，得念佛三昧的人一定开悟，悟有小悟。有中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啊，他肯定不是小悟，也不是大彻大悟。啊，我们一般讲的大悟，大悟就够他受用了。啊，他就有能力去应付人家问题的问题啊。什么疑难问题，他都能解答。啊，这个不需要准备，无需要找参考资料，就能帮你解答问题。啊，这是智慧。